30年前，我们生活的神奇星是一个美丽的星球，可是外星人的到来摧毁了一切，把我们美丽的神奇星变成一片废墟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，这才是神奇星被外星人摧毁的画面。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先进的科技，神奇星顿时陷入了危险。我还没开枪呢，你就倒了，这才显得外星人厉害嘛。后来苏博士出现在神奇星，带领大家战胜了外星人，把他们赶走了，我们神奇星也开始了全新的时代。纪念神奇星保卫战胜利文艺表演圆满结束，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。演完了，哎，真没意思，走吧走吧。我说不看这个吧，外星人早跑了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不，外星人并没有走，他们就藏在我们身边。怪卡卡，你有证据吗？我有，这就是苏博士当年亲笔写的笔记，上面写着，这种假笔记满大街都是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，最近大都会树林里出现的神秘烟雾，还有市民失踪案，很大可能都是外星人干的。烟雾算什么证据？说不定是最近大都会里出现的蒙面女侠放的呢，我昨天还见到她呢。哇，在哪儿拍的？好厉害呀。大家怎么不把外星人当回事儿呢？不好了不好了，跳跳他，他不见了。各位同学，现在出现紧急情况，请全部回到座位上。什么？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，在家长来接你们之前，大家都要留在这儿。天哪，难道失踪案件是真的？警察叔叔都来了，看来很麻烦呀。又有市民失踪了。妈妈，你别着急，警察会帮我们找到跳跳的。羚羊奶奶，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。跳跳是在哪里不见的？失踪前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？有没有接到勒索电话？最近有没有得罪谁？你是谁？卡卡是个小侦探，之前帮我们破过几件案子。羚羊奶奶，跳跳是怎么不见的？我带着跳跳上学，每天都要走过旧货市场那条路，今天发现那里的牌楼正在装修，于是……奶奶，这些不重要，直接说重点。一个黑影从房顶上闪过，然后我孙子就不见了。侦探的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要去现场查一下。奶奶说的旧货市场应该就是这里，没错，牌楼正在装修，就是这儿。羚羊奶奶说的屋顶应该就是这儿吧？地上有些薯片碎末，黑影是他。小偷，终于抓到你了！偷了我的古董，快还给我！你抓错人了，我现在有急事，黑影在。算了，黑影跑了，你的古董怎么丢的？哼，还想抵赖？我早上进了一批古董碗，先是放在桌上，然后我去看球赛，回来就少了一只。装碗的箱子在哪儿？我把箱子扔在后面的巷子里了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有个大胆的猜测，跟我来。站住，想趁机逃跑？这据我分析，你是个粗心的人，因为心急看球赛，不小心就把古董连同箱子一起丢了。你怎么就断定我很粗心？证据就在你身上，你两只脚的袜子不同颜色，还把洗发水当沐浴露用了吧？闻一下就知道了，你吃完薯片不擦嘴，嘴上和地上都是薯片碎末。我实在对不起。这样吧，你在我店里的特价区选一样东西，我送给你，算是向你道歉。这样不太好吧？
原来你喜欢他呀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哦，不行，我还是给钱吧。哎呀，其实这就是个普通背包，放了好久都没卖出去，所以我多加了几个零，看有没有不识货的人当做宝贝买走。你好坏啊。少废话，这背包归你啦。以我侦探的直觉，这笔记本和背包应该有关系，可为什么没有反应呢？危险！小心！真的对不起，你们有没有受伤啊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哪里出来两只机械手？这背包还真是宝贝呀，我感觉我亏大了。谁能告诉我这怎么启动啊？停！把我放下来！你给我停下来！别停！大都会原来这么美呀！又来！撞鸟了！这螺旋桨到底怎么停下来呀？没电的时候就会停。没电？什么时候才没电啊？说没电就没电嘛，大声招呼不行吗？快启动滑翔伞！启动滑翔伞！是谁在说话？先回答我，是谁启动了多功能背包？原来是你在说话，这个背包是你发明的？是的，我是苏博士。好熟悉的名字。是你，隔壁村卖菜的苏伯伯。不是，我是苏博士。苏博士？大智者苏博士，写冒险笔记的苏博士。没错。天哪，我可崇拜你了。你的笔记我看了很多遍，都会背了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笔记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卡卡，是一名侦探。我爸爸是神奇星的考古学家，这本笔记是在他房间里找到的。这本书太精彩了，你懂的知识可真多。原来你在神奇星，这笔记是我多年前游历神奇星的记录，花了我不少心血呢。可是为什么写到一半就不写了呢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当年我游历神奇星，意外发现了一处神秘装置，这就是冒险笔记最后的记录。我研究了几天都没有进展，于是想试试能不能启动装置，结果被吸入了时空错乱的抑郁空间。我一直尝试向外界发信号，终于有一天收到了回应。可是怎么样？通讯器传来了奇奇怪怪的语言，我完全听不懂。没想到今天你启动了多功能书包，我终于又收到了信号。实在是我怎么回事？信号要断了吗？没有，是我喉咙有痰而已。我获取宇宙信息得知，盗猎团又要卷土重来了，他们已经派人潜入神奇星。我的猜测是真的，那怎么办？笔记上有一个警报器，跟背包互通，只要侦测到外星物体的磁场，就会响起警报。是那个黑影。看来他们已经到达神奇星了，时间紧迫，卡卡，我先把背包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跟你说明。但背包的人工智能不太成熟，而且放置了这么多年，可能会有失灵或者不听使唤的情况发生，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明白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苏博士，你快回来，我们一起把外星人赶出去。卡卡，我现在没法回到神奇星，团结星球各个族群对抗银河盗猎团这个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你能做到吗？我
警报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看来盗猎团正向我们靠近。不，那是我闹钟的声音，提醒我要睡午觉了。毕竟上了年纪，要注意科学养生。卡卡，拯救神奇星的使命就全靠你了，你一定……看来信号真的断了。神奇星这么美好，绝对不能让外星人把它毁了。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护大家。启动螺旋桨。有了这个背包，再也不怕累了。全速前进。哇停！还是不要那么全速了，看来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些装备。是这里了！可恶的外星人，看我神探卡卡从天而降！方向错了！总算成功降落，有惊无险。就在这附近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声在哪儿呢？爬到高处看看。救命啊！不好，是那个黑影。我的笔记，你是谁？我就是来抓你的人。大侠在此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蒙面女侠，难道她就是那个黑影？传说中的蒙面女侠竟然是盗猎团的同伙。看招！我要发火了，给我三秒钟马上解决你。还不到三秒吗？可恶，要想个办法才行。看招！晕了吗？你被骗了！原来你也是老虎。真是虎族的耻辱，你居然做出绑架市民这种勾当。看来我们是互相误会了，其实我跟你一样也在找失踪案的凶手。为什么你也有机械臂？你看这机械臂都不听我的，你觉得我能用它抓走市民吗？也对，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叫琪琪，是一位舞者，我是来大都会修炼的，并且行侠仗义。我知道你，大家都叫你蒙面女侠。这个名号倒是不错，我喜欢。我叫卡卡，是一名侦探。经过一轮科学而严密的侦查，我已经查到失踪案的幕后黑手了。那幕后黑手是？是外星人。你是说多年以前的银河盗猎团，现在又卷土重来绑架神奇星市民？对对对，终于有人相信我了，太激动了。我信你个大头鬼，这个星球上哪还有外星人，你根本就是在耍我。我以我天才侦探的头脑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会证明给你看。这个就是外星人警报器，只要有外星人靠近就会发出警报。警报器？看不出来。你不信的话就尽管跟我来，刚刚要不是你突然跳出来阻止我，我早就追上他们了。糟糕，他被你打坏了。我要发火了。你现在找不到证据，所以找借口怪到我头上了。我卡卡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，你等着。天哪！有什么大发现吗？有了，是羚羊弟弟的学生证。
知道外星人去哪了。据我分析，这个外星人喜欢吃薯片，素质还很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依据有两个：第一，他随地丢垃圾不讲卫生；第二，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薯片蛋和薯片碎，证明他喜欢吃薯片。那你怎么确定这是外星人吃的？很简单，一，大都会没有这种薯片；第二，包装材料很奇怪，据我推断不是神奇星球的；第三，这薯片闻起来像发臭的垃圾，这种奇怪的口味我们神奇星没有；第四，我在羚羊弟弟失踪的现场也发现这种紫色的薯片碎末，所有线索串起来了。你等等，你说的太快了，看来这家伙是一边走一边乱丢垃圾，所以这些垃圾才会指向同一个方向，也就是说这些不起眼的薯片碎反而成为了我们的路标。哇，你给我说慢点，我头都大了。你这么简单都听不明白，我真怀疑你的智商。这老虎真让我火大。说起来，你为什么那么关心市民失踪啊？行侠仗义就是我闯荡江湖的意义。那你呢？这家伙要不要那么正义凛然啊？好老土啊，那句话就像电视剧对白一样。寻找真相就是我天才大侦探的工作。这家伙真是自大狂，不过好像又有点本事的样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赶紧追上去。等等我，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这和外星人打起来还得靠我。我是用脑袋好吗？看你这个武痴一根筋的样子，没少被人骗吧。怎么会这样？线索到这儿怎么断了？肯定是你推理错了。不可能，我的推理是不会出错的，我可是天才大侦探。是吗？外星人会藏在这儿吗？有吗？在这儿吗？难道外星人会藏在墙里吗？等一下啊！你说的没错，就藏在墙后面。什么？这堵墙敲出来的声音不一样，据我分析是假墙。呀！哈！呀，好疼啊！还是看本女侠的吧。失踪的市民都在这里。我要发火了，可恶的坏蛋，我们快点把他们救出去。是外星飞船，失踪案的真凶就是他。真的是外星人干的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你真的是虎族吗？太丢人了。我的特长是动脑子，不是动手。女侠在此，还是交给我吧。旋风虎腿！快闪开！我解决他了。你搞错了，那是我的机械臂。得尽快找到他的弱点才行。如果我飞起来能不能对付他呢？我只是说如果，不是真的飞呀。背包大人，你真的要改进一下，差点就撞到电线了。电线，我有办法了。琪琪，跟我来。他追上来了，还差一点点。琪琪，准备看你的喽。
这一记传球精彩，中锋突破防守即将射门，上上上！怎么突然停电了？成功了！给我三秒解决它。还是先去解救被绑的市民要紧。嗯，没错，我来报警。咱们分头行动。好。啊，跳跳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有点喘不过气。卡卡同学，请问你是怎么救出被绑市民的？我是从外星人手上救回大家的。多年前入侵神奇星的外星人银河盗猎团又卷土重来了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外星人？对，他们把市民迷晕后抓走，我们用电击破坏了他们的飞船，可惜还是让他们逃走了。你有外星人和飞船的证据吗？没有。你在笑什么？今天是星球微笑日，来，大家都笑一笑。好了，背好书包回家吧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好好好，是真的。请这位同学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吧。你不会也想说外星人吧？我是一名舞者，我要努力修炼，战胜外星人。真是个爱开玩笑的姑娘。我们继续看看警方的说法。为什么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呢？我们抓住外星人证明给他们看。都怪我，要是留下外星人的证据就好了。多亏了你才找到，还打跑了他们。可除了你，他们都不相信。苏博士说过，银河盗猎团的阴谋是要占领神奇星，我们要让大家团结起来把外星人赶出去。就让我来阻止那些外星人吧，你呢？那还用说，我可是个行侠仗义的舞者。小看了这两只小老虎，居然击落了我们的飞船。侥幸而已，迟早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没错，有波波大人的英明领导，下次一定能成功。嘿嘿嘿，我们银河盗猎团711小队一定会回来的。